但宗教里面赞美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佛经里面讲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一个意思，没有两样啊。这个爱心没有形象，我们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也闻不到，也摸不到，他在不在？在，在哪里？一切处，一切时，他都存在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有，它充满了。我们为什么一点感觉没有？我们迷得太深了。你没有感觉到啊？到什么时候有感觉到？证阿罗汉果的时候感觉到，全教菩萨感觉到啊，十教菩萨得受用的，不但感觉到得受用啊，确确实得佛菩萨慈悲加持啊。那我们没有感觉，有没有得到这个利益？有。得到这个利益，为什么没有明显的觉察到？我们的业障太重了，烦恼太深了啊！人要能够把不善的念头放下，不善的言论、不善的行为统统放下，放到有一定的程度，佛菩萨加持里，你就有明显的感觉到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平等大慈啊，佛经上常讲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缘，我们先讲条件。佛的慈悲无条件，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，设法界。啊，从佛法界到地狱众生，平等的慈悲啊。如果要没有平等慈悲，平等加持，三恶道的众生那就太苦太可怜了。那我们学佛也如是，每一个人都得佛菩萨加持，圆满的价值，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自己的业力啊，自己造的业轻一些小一些啊，感触多一点，自己造业重感觉不到啊。诸佛菩萨，我们造极重的罪业，无逆施恶，他还是平等价值啊，他不会说你造的罪业重我就不加持你，那个极善的极德的多我就加持他，那是凡夫，他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啊！要知道，佛菩萨
没有分别之处，平等慈悲啊，平等价值。佛经里头用金刚术表金刚真知啊，真实智慧。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表这个意思啊，智慧开了之后，这一切障缘磨难都没有了啊，纵然遇到你很顺利通过，为什么不沾染呢？智慧重要，人有智慧，烦恼就没有了。实在讲，烦恼跟智慧是一体的两面，正面是智慧，反面是烦恼。所以佛家说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跟烦恼是一桩事情。觉的时候智慧，迷的时候烦恼啊，觉悟了，转烦恼为菩提。啊，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财色名利，啊，对于菩萨来说，菩萨不沾染啊，财色名利从心理上消失了，那外面的境界他遇到了若无其事啊！你要问他呢啊，为什么你不执着呢？你不需要呢？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他知道真相啊，不造业啊，世间人执着，坚固的执着，他能不能带走呢？寿命到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。一场空啊。啊，他做鬼还想着了，还念着了。啊，念着他，念着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家，他的房子，他的财产。舍不得离开啊，必须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才离开这事情，真有啊，不是假的啊。佛给我们说的是真话，我们要相信，决定不能迷惑啊！只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，修行就这四个字：金刚正智能破魔君，断烦恼的成就。魔君就是烦恼，烦恼就是魔君。我们今天不能成就，就是烦恼不能断。啊，那什么能断烦恼？智慧能断烦恼。所以要求智慧。智从哪来？智从定来。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佛法教学着重戒定慧三学啊，特别对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
啊，佛就用读书的方法来教你，教你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所以读书是为了修定，啊，用读书的方法来修定。啊，读书人喜欢的，读了一千遍了，开智慧了，定开慧，开小智慧，两千遍开大智慧，三千遍开更大的智慧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用读书的方法。他读书不是学知识，不是讲你学这书这个经历怎么讲的，什么意思，没有意思，什么也没有啊！你就是读，什么都没有，心是空的啊，心里头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一直念下去，念成定现前啊，一千遍小定就有小智慧啊，这部经的意思自己就能讲出来，两千遍比一千遍深，智慧开得多，你讲的深，讲的透彻啊，三千遍四千遍越来越深，到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全通了啊，不但你念的这本书你通了，进入通了，所有一切经全通了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，没有一样你不能讲，没有一桩你不通的。不但释迦牟尼佛讲的你通，阿弥陀佛讲的你也通，释迦牟尼佛讲的你也通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你全通。为什么？一个自信流出来的，你见了性，自信里流出的智慧一切贯通，没有丝毫障碍啊！佛法是从这么来的啊，所以张家大师讲的没错啊，教得好啊，啊，放下干部啊，念这部书执念，所以它是修定，经里头没有意思，你要看出意思，是你的妄想，是你的执着，那不是佛经有意思，佛经开了悟了，你对十个人讲可以十种不同的想法，那为什么呢？这十个人根性不相同，你讲其他的机，他听了开悟，人不成熟，就是他定的如定的功夫不够深，不能给他讲深的东西，恰到好处，切记切理啊，切记是对人，切理是讲法啊，让他悟我啊，不是大悟，小悟，慢慢从小悟帮助他提升，提升到大彻大悟。你看慧能大师，他一生教学，学生当中40多个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史无前例啊，
这个我们要看懂，学佛要从这里学。啊，最简单一句佛号，修什么？修定。念佛是修定，念这句佛号里头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对了。这就是修定。那这佛号念久了，哎，定现前了，功夫现前，现前就开悟。啊，能不能像六祖一样的境界？有，现代就有。海贤老和尚就是个例子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念佛，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跟禅宗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是平等的境界。人对于宇宙，慢慢在探讨，啊，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，啊，太阳是个恒星，地球是行星，围绕太阳转的，啊，一周是一年，那么它围绕太阳的行星还有很多个。啊，现在太空探险，啊，人可以登陆其他的星球，没有发现铁围山。啊，佛说铁围山，这在3000年前讲的。在科学里头有问题，在佛法里头没问题。佛法为什么没问题？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，佛法给我们讲的这些世界是假象，不是真的，而且这些假象它是不住的。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啊，念头一个接着一个，频率之快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信息，可以做参考。啊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啊，我们算出来了。啊，一秒钟念头的生灭有2240兆，后头单位是兆，不是万，不是亿，啊，是兆。生灭次数，也就是说，这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次。我们用我们眼前的电视屏幕来比较一下，电视屏幕一秒钟100次的生灭，就把我们欺骗了，好像是真的。啊，一秒钟100次的生命。啊，那我们现前所看到的这个感官的六根、六尘、啊、六识，他们的生命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秒。我们完全不能够觉察到，啊，好像它是真的，其实它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
啊，如果知道真相了，哎，就欢喜放下了。啊，你放不下，你就是把它当真。真正放下了，就会非常自在，心里头没有负担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啊，也没有分别执着。这个时候，真心现前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就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你要真正想明心见性，没有别的，开始需要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。啊，把起心动念都放下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。样样清楚，样样不要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错了，心被染污了，不平等了。啊，真正修行人的功夫，参禅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念经也好，拜佛也好，都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，就是放下。啊，不能有丝毫执着。慢慢的，功夫成熟了，就得定，就开智慧。啊，小定开小智慧，大定开大智慧。外道，这个要稍稍说明。于佛教之外的道者，行于治理之外者，皆名外道。那么第一句是违背了佛教，称之于外道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佛法是向内求的，不是向外求的。大乘经上常说，心外无法，也说法外无心。这个跟六祖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所说的何其自信，人生万法。佛教是从自信所建立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是自信所流出来的。自信也就是真心。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他没有形象，他生智慧，他生万法，他是能生能现，所生所现是一切法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宇宙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是自信所生所现。啊，虽然有生有限，不能说它有，这个不好懂。能生能现怎么说没有？佛经上常常用梦做个比喻，梦幻泡影，主要是讲梦。梦
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。啊，醒过来之后，你说这个梦里的是有还是无？自性现万法，就像这个现象。啊，梦境是妄心现的。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是真心现的，非常相似。啊，所现的、所生所现的，不可得。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对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物质是什么？这些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根据他们的研究得到的结论，这个宇宙里面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。明明是有，我眼看见了，耳听见了，怎么说没有？这就是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一句话：“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”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。你说它无，它有啊，梦中有境界；你说它有，不可得。无法想象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所以有要放下，无也要放下，不能执着有，也不能执着无，执着无也是错误，都属于执着啊。它不现象的时候没有，现象的时候有，不能说它真有啊。为什么现在我们体会到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它是生灭法，也就是有为法，有为就有生有灭，前念灭了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是不是相续相？不是相续相，相续相，前面的相跟后面相相同的，这叫相续。前面一个念头所现的相，跟后面这个念头所现的相，并不完全相同。换一句话是，找不到有两个相是完全相同的，包括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相同的。所以说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不是真的，不能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它会折磨你，那叫魔。啊，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通通不放在心上。心是清净，心里头没有有，有无，这就好啊。清净是真心，不生不灭是真心，就是它没有念头，有念头而妄心。妄心，佛学有个名词叫阿赖耶啊，它是个生灭相，前念灭后念生啊，真心自性真心不生不灭啊。南大师说得好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第一个清净啊，清净是说他从来没有染污过，
清净，不生不灭，它没有生灭现象，这是真心。啊，遇到缘它有生，缘失掉了它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不能说它真的有生命，它没有生命。南大师说，本自具足。啊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具足什么？具足一切法。如果不具足一切法，它怎么能现一切法？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就是缘，想什么现什么。那经上跟我们说，极乐世界的菩提树啊，高广60万由旬，那怎么无法想象？60万就不得了了，还加上由旬，一个由旬，小由旬40里，中由旬60里，大由旬80里。你说它有多高？啊，从地球到太阳。还要超越啊，无法想象啊，是真的吗？不能说真，是假的吗？不能说假，有缘真起这现象，虽起这个现象也不可得，这一句话要记住，永远要记住。金刚经上真的是金刚之语，永恒不变啊！一切法，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一切法啊，确实无所有不可得啊，无论是他有没有都不可得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古人念《金刚经》有受用，现在人念《金刚经》打妄想，没受用啊！这是我们要学古人，既然知道它不可得，就不能放在心上。得失这个念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要把它放下啊！从心上放下，不是说是，是在讲是不可得，真心这个心也不可得，真妄都不可得啊！所以通通放下，真心就现前。什么是自信？什么是真心？见性就解决了。怎么见性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见性。眼看得清清楚楚，耳听得清楚，六根接触的境界通通清楚，了解真相，真相叫实相啊，是简别，它不是虚妄的啊，心性实变你见到了啊，见到的人得大自在，成佛了。
我们也为什么见不到？有无，有烦恼，把我们的雾门堵塞了。那我们是云离无恼，把它放下。经常教给我们的简单明了，见色看得清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叫佛见。诸佛如来所见的，没起心动念。我们眼见色就起心动念了，起心动念就迷了。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觉，起心动念落在阿赖耶里头，阿赖耶叫妄心，就真心变成妄心啊，变成妄心就是凡夫所见，六道凡夫用阿赖耶见。啊，六根全迷了。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佛了。如果还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之处，起心动念有，没有分别之处，那是菩萨。那他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人是阿罗汉。阿罗汉不执着，菩萨不分别，佛不起心不动念。在什么时候？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，修什么？就修这个，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是佛法。这个功夫是对内不对外啊。那向外求呢？向外求叫外道啊，与佛法之外，自己去建立一个道路。这个道路肯定是错的。为什么错？他入不了自信啊。佛法是要求明心见性，心外求法的那个法是与自信完全相反的，是自信所生，能生所生，求能生所生了不可得。佛教建立在真如自信的理体上啊，这是真的真法。凡是建立在阿赖耶的幻象当中，那都叫做外道，都不是真法。为什么？他不能见性。能够见性的法叫真法，不能见性的法就是外道啊，称之为外道。行于智理之外，智理就是自信，智理就是真心啊。我们做人想学佛，想在这一生当中有成就，那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
要与智理相应，要行应智理，那是菩萨了，那正果的人。我们这个行与智理相应，就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，佛菩萨达到了，我们才起步，这个重要，起步非常重要，方向目标正确啊，怎么样才算正确？如佛在经典上所说的，与这个相应是正确的，是佛道啊，或者是成佛之道，与这个不相应不是佛道啊。那佛教导我们，特别是要到初学，是善业道相应，跟这个目标方向相同啊，不杀生。不杀生要怎么学？心里面对于伤害一切众生这个意念没有了，这真正这条戒做到了。啊，我不杀他，我还恨他，我还讨厌他，这都不行啊，这你还有习气在啊，到时候忍不过你就动手了啊，所以不能不知道啊，不妄语，绝对没有欺骗的意念在其中，真诚到基础啊，不偷盗啊，决定不能占一点小便宜，一丝也好小便宜，你要是占了它是都叫习气啊，这个杀盗淫的习气，这叫真修行，叫真持戒。持戒不是口头上念的 啊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开始修行，功夫哪有不得练的道理啊？我们学佛学多少年了，学了一辈子了，这些念头还常常起来，像波浪一样起伏，这不行啊，这不管用啊。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今天总得把这搞透彻，搞明白，才会有受用。啊，口业，不妄语。诚实，不能说假话，不能欺骗人啊，不念实，念实是挑拨离间，这个很严重，罪很重啊，不欺语，其实花言巧语，存心欺骗啊，下面不误口，说话难听啊，叫人家听得不舒服，口是也啊，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啊，贪嗔痴的念头断掉了这叫持戒
啊，戒帮助你得定，定开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定开智慧？能大师后头一句说：“何其自信啊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。真心是什么样的？真心是定的。所以修定就接近真心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自信的门就开了。”这个定你得到了，得到就开悟了，啊，无量智慧起来了，一多不二，一件事多，多件事，所以你一门懂了，门门都懂了，啊，一个字认识了，中国这个汉字总共将近一万字，你全认识了。那什么承认？那叫什么？那叫明心见性。见性的人才懂。啊，没有见性的人，他做不到。他一个就是一个，两个就是两个。他没办法达到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语言教就是一切皆一，一切一切。啊，故其心正直，归根结底就用这个心，他的心正直，表菩萨之心，于理偏取为虚婉转之教，啊，偏跟取为虚都不圆满。啊，所以大乘圆满的经，圆教的一乘华严法华梵王，这是大家公认的三部一乘教。啊，可是对于一个正得一心不乱的人来说呢，他是一切教。不是一种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他全懂，他没有一样不懂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出世间法通，世间一切法全懂，没有丝毫障碍，这就是圆教一乘，啊。其心正直，表菩萨之心，远离偏取之教，唯是一乘圆法，方广平正，其极如风之大白牛车也。这个大白牛车是比喻啊，古时候交通工具最大的车，马车啊，马车还可以，两匹马驾，四匹马驾，六匹马驾车啊，它的速度快，容量大。用这个来做比喻。啊，一通一切通。为什么？全是自信现的。自信是真心。真心现的。用真心就一切都圆满真的。用妄心不行，妄心里面有障碍啊，像一个一个的一样，
你能通达几个个子，不能圆满。唯有大乘真心没有界限啊，妄心界限是无量无边，啊，我们现在用妄心不用真心，问题出在这里啊，真正佛法学到一定程度，自信开发了，明心见性，那就能从一法见到一切法，从一法明了一切法，啊，这才算成功，这才算毕业，毕业就成佛了。于观行善入精微，观行观是觉悟，是看破，是智慧，行是放下啊，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在六根戒除六尘，它就起作用啊，起什么作用？根源外境，六根源外面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乃至于意分别，第六意识，啊，都能起这些作用，所以于外境寥寥分明，那菩萨行。菩萨行如如不动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今天观行是造业，看得很清楚，被外面境界迷了，不知道境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啊！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这一句，时时刻刻要回光返照，提醒自己啊，《般若经》这一句就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眼见的色如是，耳闻声也如是，鼻嗅香舌尝味无一不如是，乃至分别都是假的，这叫心呐、啊，叫善入精微也。啊，精是精巧，微是微妙。你看六尘境界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你能够入它的精微，对它彻底明了。通达啊，他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明白之后不放在心上，心上痕迹都不着，这叫敬畏。无论于境于心都是如其敬畏啊，或者分开来讲也可以啊，境是对境界，微是对内心，多心都能讲得通。啊，如是自觉，那能方便觉他了。
自己不觉，怎么能帮助别人觉悟？啊，必须自己自觉，你才有方便。方便什么？智慧。啊，你有度众生的智慧，有说法的智慧，有善巧方便的智慧，这些智慧都能帮助别人觉悟。这就叫他了啊！随机因缘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面对着一切众生，你都能帮助他们觉悟，你都能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这叫修行啊！这叫什么？戒定慧三学具足啊！不是一样一样的，一戒是三，三戒是一啊！戒定慧是一，不是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。故曰善巧啊。第一个，了达甚深佛法，善巧之。这十种善巧。什么是善巧？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。佛法，那个法字，是指的一切法。那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这个法就是万法，就是一切法，变法界虚空界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法没有一个遗漏了，都明了，都通达。啊，这叫佛法。佛法甚深呢，佛法甚广啊，甚广。没有人能够穷尽的啊！谁能够？佛能够，菩萨还不能啊！一定到佛如来地才能够圆满通达明了啊！这叫善巧智。这第一个，第二。出生广大佛法善巧智，前面是了达，了达是自己自觉，这个地方出生广大佛法善巧智是对他无论遇到什么人，上等觉菩萨，下地狱众生，这个差别很大了。佛都有智慧善巧能教化他们啊，所以众生遇到佛遇到菩萨没有不得度的道理啊，为什么原因？他们有种种善巧方便，加持给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契入正法
现在这样大善知识少了，记住，不是没有。为什么少了？跟佛菩萨有缘少了，没有缘遇不到佛菩萨。为什么？遇到也没用处。我们也不想学，而他也不愿意教，没有缘。我们有缘，有一个恳切学佛法的缘，有这么一个心，你就会遇到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能感，众生能感，佛菩萨就能应，感应道教，你会学到。那如果没有这个恳切求法的念头，佛菩萨不会在你面前现身。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像上帝的大爱，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。啊，对一切众生的价值是念念不舍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见不到佛，见不到菩萨，见不到善知识，是我们没有这种诚意。啊，想学佛，想求佛菩萨，半信半疑。啊，纵然遇到了，听不懂；听懂了，做不到。这都叫没缘。啊，真正有缘，会遇到。能听懂，能接受，能依教奉行，啊，知道感恩报恩。有什么报恩？依教修行就是报恩。